编辑员，他有一天不见了，我的舅舅已经不见了。他作为 Mojang 的其中一个编辑员呢，他在 Minecraft 里面做工， Minecraft 绝对是个他喜欢的游戏，你绝对要在你旧的电脑里面玩这个 Minecraft。 不过很奇怪的是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舅舅在我的旧电脑中下载了 Minecraft， 然后进到了一个伺服器中，操作跟 Minecraft 是差不多的。所以第一个我们来到了什么地方，我们拿着这个 cobblestone 还有树枝还有书。我觉得 Mojang 是个很好做工的地方，不过这样的公司感觉上有时候没有人的感觉。我们要做那个开关器 lever 来开这个门，石头，然后放这个，做的有模有样的嘛。十字镐可是少了一个树枝，所以我们去另外一边看一下有没有树枝。哦，我是被他声音吓到的，跑出来这样的音乐会吓到我啊。还需要两个树枝，两个树枝跟一本书。突然间觉得 Minecraft 的世界很孤单，是不是呢？这个工作台能够做出任何的工具，如果 Minecraft 的工作台能够做到任何的工具的话，那么它的感觉就开始有点像是新的 Zelda 这样，可以做任何的东西。 Yep， 我有我的 PX， 我得到了碳，碳加树枝等于火把，火把。它的工具一次只能拿一个的嘞，所以这个又是要那个开关，那边一个洞，我们进到洞里面去探险吧。 OK， 那我就走这边。 Minecraft 真的有一个 mod， 哎呀，怎么没有声音，完全跟平时 Minecraft 不一样的声音啊。那个 Minecraft 有一个 mod， 它的 mod 是这样的，就是你拿着这个也可以做成它的灯，只是我发现拿着火把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If it's attack, run! 如果有什么东西攻击你，就快点跑吧。诶，钻石。哦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刺青？说。谁会攻击我的？就是刚才那只东西吗？所以这次学好教训了。声音很大声耶。好刺激。为什么音乐要突然间没有声音了，突然间要这么刺激。来了，哪里？走错边。容易嘛，就不要乱看就可以了，自己跑就对了，不要看后面就好了。诶，出门在变比较近了。然后等。我来。开关。不错不错，我的 Minecraft 要这样设计，这样子做就很漂亮。所以接着我们就开这个门。哎呦，有声音，有那个 zombie 的声音。 zombie 会从哪里出来呢？有钻石。哎呦，我东西拿够了没有啊？哦，来了。所以上下是钻石。好了，走了。啊，总算有音乐了，他们里面有笑声的。Oh no， 上面什么东西？不会有东西掉下来耶。他们安抚我，用他们的温柔让我不感觉不到孤单，他们每一个呼吸都证明了我就是他们的创作者。看来他的舅舅又制造了生命啊。哎呦，拜拜拜拜。要去对面拿那个东西。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水吗？哎呦，果然这是不一样的 Minecraft， 这黑色的水不可以动到啦。又有纸条， Follow the light, break its eye， 跟随光把他的眼睛打掉。什么意思哦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不对呀、
跟随这个光。哦 ，OK， 容易啦，这样。好，把这个眼睛打掉。哦，眼睛。眼睛在哪里？什么东西被解放了？所以我赢了。中介龙，我打赢了。哎，地方不一样了。哎呀，刚才那边的笑的声音还是很清楚耶。有一本书，有一天我给他们看的东西，我给 Mojang 这种的 Minecraft 的世界，他们拒绝了这样的决定。我所培养出来的这样的生物符合他们的市场，才能够给更多的人乐趣。我们升到上面去了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把这个玻璃打掉。哎，底下写着 Triple God Join the Game， 你怎么参加这个游戏的？你是谁？不可能！等一下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是我的姐妹的孩子吗？我把她留在哪里了？我把这个留在那里吗？我已经没有时间给这个了，还有东西我需要完成，或者说有需要制作。这个世界完全是叫做 A Craft of Mine， 你的一天绝对说不了什么。然后我就被黑了，我就被黑名单了，你就被踢出了这个 server。 所以他的舅舅制作了一个世界，然后要隐瞒起来啊。可以说他舅舅蛮厉害的，制作出了元宇宙，所以他舅舅不肯我参加他的元宇宙，太可惜了。不过这个元宇宙也不要参加更好，因为好恐怖哦。OK 了，那今天这个游戏就到这里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啦。好啦，再见啦，拜拜。